撒谎，这集都剪不出来。我跟你说，真的没有东西可以剪。你以为人家都是你啊，宋雨琦？什么意思？雨琦，我想听你的嗓子唱这首歌，人生爱，人生爱。哎，你俩谁学谁的？你看我干什么？好，你看我干什么？怎么回事？你能不看着你，不要盯着我们。每一次都很冲击。呀，然后呢？太阳，鱼，鱼什么鱼？鱼。谁的哪个线索？没有鱼啊，乌鸦跟鱼没有点关系吗？你是乌鸦喝水呢还是鱼？乌鸦不是鱼吗？我喝水那是。直接去四，走走走走走。老师，我以为是。他可以帮我连环死一条啊！快点呀！我俩都已经被吃到了。来来来，走。转过去啊，转过去。嗯嗯。哦哦。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哇，怎么越来越快？来，你有放，别放。好。接下来要登场的不是歌手，却胜似歌手。2022年，他发行了一支单曲。你有没有看见一只小鹿？2023年11月，他又上线了影视剧主题曲《雪季》。几天之前，他的全新单曲再次上线。哇塞！有请白鹿带来新歌《谁是你朋友》。我不想只是你朋友，谁是你朋友？你喜欢我吗？真心话 没那么复杂 说出口吧，别再挣扎。我不想只是你朋友，不知快尝尝，我能不能再来？不能，怎么还有人可以再来一遍？不可以。不是啊，这么后面有个人，声音来。怎么了？我们这个应援怎么了？哎，我们也得应援。不能应援，你这个。我跟你讲，姚一天绝对不能音乐类节目人家真唱的很多，但是把不行的都播出来的只有咱们。不可以。不是。我觉得只有一次机会。天花板塌下来也要继续唱，真的不可以停。不可以停。好，你再来一遍。不可以停。好，你再来一遍。好。你能不能不要说话？好。我不应援了这次。有请白鹿带来新歌《谁是你朋友》。我不想只是你朋友，谁是你朋友？你喜欢我吗？交换真心话，没那么复杂，说出口吧，别再装傻瓜。我不想只是你朋友，不止你朋友，牵我的手吧。烟花盛开的一刹那，气氛太融洽，我在等你给我一个哇哦哇哦，那那那那那那哦，哇哦哇哦，那那那那那那哦。谢谢，没有范丞丞的世界真是太安静了。草率了，他一直在你身后。感谢白鹿带来的歌曲《谁是你朋友》，以后我们不仅会帮你宣传新剧，还会帮你打歌。我都猜到。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位成员，他骗得了郑恺，撕得了范丞丞。上一期的表现令人印象深刻，
让我们欢迎宋雨琦带来她的新歌《On Cloud》。画风突变。The speed on slap, bad boogie babies on top, money long, check fat, it goes clappity clap clap clap. The speed on slap, bad boogie babies on top, money long, check fat, it goes clappity clap clap clap.In the hands and the pasta like LeBron. I know they can't stand when I don't let them. Light bulb pushes 7-Eleven. Do the dash 7 minutes in heaven. Oh shit, I'm too quick. Touchdown, hit it and quit. Big hits in the ear, little sweats. Push down, make it rain on the bitch. The speed on slap. Bad boogie babies on top. Money long, check fat. It goes clappity clap, clap, clap.This beat on slap, bad boogie babies on top, money long, check fat, it goes clappity clap, clap, clap.带来的新歌 On Clap， 不愧是开巡演如吃饭的当红唱跳女歌手。什么吃饭？开巡演如吃饭啊，如吃饭啊！还记得对咱们的评价是什么吗？相声演员啊，多学逗唱。这是雨琦的歌啊？对啊，他自己的歌。那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我们四个唱一首了，就买一个版权是吧？就我们四个没歌。啊，could I imagine？ 哎呦，发一首先行曲啊！哎，发一首先行曲，来一下，来一下，唱两句。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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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你们要跟我唱后面那一段，可以吗？哦，陆姐会，陆姐可以跟我来，陆姐可以跟我哦唱一下后面那句。好的。Could I be magic？ 哎，你不觉得我们俩今天这衣服很适合跳那个吗？是吧？啊！你都被一会儿真的被 Q 了，又要跳了，你别感谢感啊 ！Could be magic, cause it's more than magic, cause it's more than I can imagine。感谢，这是先行曲啊。后面这两个如果是凹的话，我也可以凹。要配个鼓风，对，我一定要有吹风机。对，这首先行曲，正式专辑呢是4月24号，然后是这个雨琦首张个人专辑，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谢谢。跳舞，回答正确，杨人不是猜的，人感应到了，感应到了，音乐准备3、2、1，走。跳舞，来了啊。哇，你可以的，可以可以，没想出来，不光跳的可以啊，凯哥答题也可以。下一个沙哥戴耳机来，冲冲冲！意思这是运动员啊，哦哦哦哦，接下来我们将在这个地方挑战今天的第一项任务，面对疾风吧，阿萨克布里亚克冲，挑战者在起点处开剑出发，穿越障碍，拿到安慕希益生菌酸奶，并在开盒装置闭合前通过障碍，返回起点，最终挑战距离最远的两位成员获胜。这个门会一点点关上。啊，懂了懂了。大家可以选择要把安慕希益生菌酸奶放在哪个位置？
不同的刻度指的是你从起点出发的距离。导演组测试的情况是最远的是34米，女生也可以。可以提醒大家一下，我们的开合装置完毕有两种标准，男生是18秒的时间，女生是25秒。18秒真的能行吗？我没有障碍，我估计18秒跑个来回都够呛，哥还没到。拿我们的安慕希益生菌酸奶，是只拿奶就行，不用拿那个玩偶吧？是的。OK， 安慕希常温活性益生菌酸奶，减蔗糖更轻盈，添加了10亿超活 LGD 益生菌，不惧胃酸挑战，让益生菌活着到达肠道。安慕希奔跑吧雪糕，用安慕希活性益生菌酸奶解锁夏天新吃法，安慕希冻着吃，健康更美味，冰爽新体验，欢迎大家享用。接下来我们就要和 MC 一起健康奔跑，展现更有魅力的自己。大家充分热身之后，我们就要来进行挑战。谁先来？雨琦，雨琦，你听我这个，你这个慢慢，对，我觉得你就顶头。深深挑战吗？31，加油，深深！你可以先来一次。周深第一次挑战31米。太快！不可以！有，小心！哎，可以，可以！转身很灵活。周深，周深，周深，你在哪里？周深，你在哪儿？周深，你去哪儿了？周深，周深，你在哪儿？深深姐好吗？从底下，周深从底下爬回来，爬出去了。在哪里啊？安慕希，没过去。你其实那没当，你就过去。但我应该往这儿走。对，应该往这儿走。是有点累啊。下一位选手，我要挑战。30，30，加油，圈圈。Give me five。开。范丞丞第一次挑战30米，请准备。去了，去了，冲，冲！好，去！奶呢？奶还没放呢。PD，PD， PD 没有奶，干嘛呢？笑死了！没有奶，试一次，试一次，试一次。你就是不想让我好过，我发现了。我跟你说，姚 PD 的素材全靠你了。再来一次。范丞丞第一次挑战30米，请准备。加油！哎，有希望，有希望，有希望。好，往那儿，快快快快快！不准在这吹，完了，不准在这吹，去哪儿？哇，抓，抓，哇，抓。哎哎哎！够坏够！我觉得那下没必要硬挤进去，何必呢？好累。顶格是多少？34。34。来吧，沙哥，上一下。34。26吧。说一个最近的吧。不知道我能不能回得来啊？加油加油！下个，你过来！下个，你过来！下个，小弟小弟，下个小加油！小弟小弟，下个小加油！小加油！下个，下个！哦，
你怎么你没事吧？没事没事，我跌跌撞撞很想你，想你。放心放。沙哥，你26，都这么辛苦吗？这么辛苦。哥，有人在后面踹你是吧？谁踹了沙哥一脚？雨琦，雨琦，35。哎，雨琦，32吧。35，你要个35。不是40，40。神经！哎，55吧，雨琦。55吧，雨琦。65，65。不要保留实力。78，直接100。神经病！站站，你到大莲花跑。30几？32，我记得32吧。雨琦挑战，请准备。加油！这就32了。完了，这压力大了。这要过了，后面的人不好整啊。好紧张啊！耶！好快！呜！哎呀，这有点耽误时间了。冲啊！冲！走那边，走那边，快快回来，快点！右边，右边，对，走这边，快快快快！溜达回去了呀！右边，右边，对，走这边，快快快快！溜达回去了呀！很稳呐！这是30几啊？32。我感觉34都绰绰有余。你就该跑去大莲花，再跑回小莲花。25秒还是比较长的啊。25秒，我觉得你可以拿前二。我也觉得可以。但32对男生来说几乎没有可能。去吧，凯哥。那我只能32.5了，是吗？可以啊。夜爆。游戏游戏游戏！哇！夜爆！哇！快回来，凯凯！快快回来，凯凯！快回来！往右边冲啊，冲！往右边冲啊，冲！小电棒！游戏游戏！小电棒！游戏游戏！哇！啊！啊！啊！你的不错了，我刚才进来大家都不知道我卡哪儿了，好卡。太难了，好恐怖啊！这个游戏，哇，他已经很快，我觉得我挑战不了30米。这好快啊！你我觉得挑战不了30米。你玩不出，你玩不出结果，你得玩一个效果吧。33，34，30，34，34，咱你34啊？啊，你34。我要试一下，你试吧，拼一下，你拼一下，拼一下，炙热的眼神。人生能有几回搏？哇！哇！速度太快了！这太快了！快快快快快快！他装起来了，飘起来了，他装起飞了，已经。糟糕，被你装住了，给我装到了吧？太猛了！哇，好厉害，好厉害！看啥？晨哥，好厉害，晨哥！
王鹤棣，你行不行啊，王鹤棣？在 NBA 多少秒拿了18分的人，34米都跑拿不了吗？我说来吧，我来吧，来一个，来一个，加油，加油！我来吧，来吧，三四。原来你给到我。那如果等一下就234，那你就必须要加34。34.5。跳这个太重要了。对。这个呗，你必须得不降速度的跳才行啊。这个你必须得不降速度。加油！压力拉闷了。冲啊！有机会，有机会。有机会，有机会，来了来了！游泳，小心小心！可以，快！完了，他抓那抓了两下，快回来，快回来！快！关门了。哎，差一点儿。你就中间弟弟没第一下没抓着，对你第一下没抓着，对，损失了起码1秒多。哎，缓口气，缓口气。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可以。来个女孩吧。34。怎么让她装上了？谁给你的勇气啊？绝望给的勇气，没准就成了呢。有可能，女生这个确实慢，你知道吗？加油加油！哎呦呦呦！好，没浪费时间，还好还好。加油！哦！有机会，有机会！哇！有机会，冲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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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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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觉得这个个子小也占优势。雨琦，你必须再挑战了，要不就第三了。这还有距离往上的空间吗？没了吧。如果你们想要挑战34.5是可以的，我们就按照50公分、50公分往后放。啊，那可以。34.5，你只能35.5了。能行吗？试一下。能行。要不然你没意义啊。真的有点难。这一秒钟都不能浪费。试试吧。张真源挑战34.5米，加油加油！有机会，有机会！算的时间好，他就跳了一下，对，他第一个跑过去的。你这个算的时间特别棒，是我卡的那个点。哇，这个游戏现在该怎么玩呢？没想到吧，跑道做短了吧？怎么办呢？好难啊！怎么办呢？咱们这样，咱们先去玩第二轮游戏，你们再挖宽50米，然后咱们再回来。现在34米没用了。
34.5，这还有人要来吗？36，白鹿。我跟你们说，你们不会跑着跑着，我下次在这儿给你们拿的奶吧？这可卖了。内卷。0.5吧。好。35.5，来吧。再见。有机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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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机会。加油，完全可以的。加油，完全可以的。有机会，有机会。冲冲冲冲冲！加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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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速。有机会，有机会，有机会，冲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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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了吗？要不你设置个前四名得了，这前两名有点太少了，太卷了，太卷了。那我想试试35.5。行。哇，这样狼吗？不给人活路是不是？35.5。都学会了，都学会了，有机会，有机会，有机会，等一下，速度，速度，机会，等一下，速度，速度，起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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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摔了一下，等一下，速度，速度，起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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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哈哈，周深。周深出现了，周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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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小心，小心。生哥，你为什么每次都能消失在那个里面？你以为是我想消失吗？人被吞食了，血流在外头。凯哥来了，加油！耶、yeah ！凯哥挑战36。多少？36。你只能挑战36了。我给你举着吧，好拿一点，我怕你掉下去。36米。嗯。丹佐，给我一个副职位干行吗？哎，你去帮忙清理那个海绵球。把你的衣服给我，把你的衣服给我。台湾也有衣服。升官了，成裁判了。显眼包。把那个泡沫帮忙再往这放一点，尝尝，谢谢。没事，范丞丞，从今天开始我是你的忠实粉。小猎豹，哎，他这个好看，好看。你是不是也卡在了上回那个地方？差不多。
前面特别好，真的，巨帅。我们三十六，就差我了，三十六就行了。李琦还来一次？对啊，不然我就李四明了。跟你一样的女子，快回来！加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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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速！卡门，快回来！转速度，加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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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好轻松，好轻松，三十七都可以。又卷起来了，又卷起来了，去吧，郑源。36.5米，哪有点五啊？点五就得出去了，大概得这，36.5。这太远，我给你拿着，行吗？好。郑源挑战多少？36.5米。36.5是什么？你一定要把第二名拉到36。郑源，你不愧是郑源呐！给口饭吃，郑源，给口饭吃。我帮你拿摄影。你得拿这个吧。笑一个。你别掉下来啊！啊。让郑源准备，算了。没站队，没站队。太远了，差一点儿，努力过，够了，可以，可以的，郑源，太卷了，我来了啊，出吧，你拼一下，拼一下，王鹤棣，你跟我是同类型的艺人，你接受吧，别卷了吧，就这样吧，为了证明一下，也要跟范丞丞刚一把。跟我刚一把有什么可跟我刚的？我一米都没有的人，你多少成绩？零，都别笑跑。我来吧，就这一次了，反正去吧。36米真的没有这个距离，只能有人形，你只能那样举着。安慕希脱台，尽快集齐3张包含自己的卡牌。即可在最终环节开展秘密行动，所以这是我要第一个完成的。哇，好聪明！快快回来！有戏，这可以。聪明，快回来！哇，可以可以，这可以！哇，冲冲冲！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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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这个游戏是这样的吗？咱俩不是同类型的艺人了。好。他要挑战37米了啊！不，我不行，我放弃挑战，没有用，没有用，没有用。你
你们两位可以任意选择一名成员，查看他的所有卡牌，然后选择是否与其进行交换。嗯，来吧，女士优先吧。选你的，我选深深的。好，来来来，看一下卡牌。你看你把哪张给我吧。你拿哪张？你拿哪张？拿，其实都一样。上来就抽了三张卡，里面呢有两张是咱们凯哥的卡，并且一个是一型，一个是三型。给我再有一张凯哥的两型卡就 OK。这没有什么营养，对于我来说。他选谁的了？你选谁的了？凯哥。他选郑凯的了。所以我现在第一个任务就是集齐三张有我的卡片。我现在已经有一张我自己的卡了，还要凑两张我自己的卡。挑战者一v一进行对决。双方蒙眼选择自己的站位之后，一方站定，另一方挥棒打击。哇，这个力度啊！击中则攻击方得分，且继续攻击；未击中则攻防转换，率先获得三分的人。所以这个是看运气还是有什么技巧？这哪有技巧啊？就是。因为我们一共有九位成员，稍后需要两两进行对战，所以在任务开始前，我们还需要通过一个小任务来决定谁是轮空的成员。好，这个任务就叫做确认过眼神。等一会儿，九位成员围成一个半圈，大家低头，听到指令后抬头，抬头之后随机看向一位成员。如果你看的人刚好也在看你，那么很遗憾，这两位看对眼的朋友淘汰。哦，那我要是一看这样呢？我再看一下。需要看向一个人，我必须要看人啊。对，如果要是两人看了但是不来电的话，可以低头吗？君子游戏啊，看上了就是看上了，别不承认啊。你就先感受一下啊。那个哲远，你站直吧，咱别躬身。来，三二一，一，好，无人对视，低头。你怎么了？深深远一直在笑。你怎么了？你一直在这笑。我刚刚那个眼神都很难看到。你来看我吧，完全没看到。大家把你们的这个事迹放到我们。三二一之后，三二一的时候，来准备啊，三二一。陈主任，你在干啥？你在干嘛？斜眼。他不要这样看，他不要这样。你演了这么多偶像剧，刚才有一瞬间，我感觉很猥琐，哥们儿。可以了啊，来吧，来吧，来吧。来，我们正式开始了啊，请准备，三二一。深度好睡眠，为奔跑加速，喜临门床垫提醒您下节更精彩。三二一，啊！一。好，你看我干什么？怎么回事？我来继续啊，三二一，啊，一，啊，一，啊，来来来来来，来吧，你为什么要看我呀，哥？你为什么要看我啊？来继续，三二一。来，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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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太恐怖了，眼睛灼伤了一下。来吧，低头，三二一。好，那恭喜沙哥在这项任务中胜出，所以稍后可以在其他所有四组对决之后，从四位失利的成员当中选择一位跟你进行对战。OK， 好吧。好，那我们其余的自行组队就可以了，或者跟你们刚才确认过眼神看对眼的这个组别来。那我就跟郑凯一队好了，我俩一队。你有没有问过我的意见？除此之外，我们为大家准备了 MC 益生菌酸奶 ，MC 小金罐添加十亿超活 LGG 益生菌，减蔗糖更轻盈，大家可以享用。来吧，怎么打打什么？谁先出战？最先淘汰的二位出战吗？我觉得还是带鱼头比较靠谱一点。哎呀，来个粉的，来个绿的，蓝绿的。对决之前要双方进行放狠话环节，然后谁放的话更狠，这位成员就先来进行攻击。告诉你小贝，干坑人啊！对，其实是比谁的情绪跟语气。情绪，就是你瞅啥，瞅你咋地这种。什么？这么没有质量的吗？瞅你，有点狠的。咱就是说，今儿这个就是打的你那脑花都往出蹦。哎呦妈呀！哎呦妈呀！哎呦妈呀！脑花都往出蹦起来，我告诉你。脑花往出，这能行不？一会儿把你牙打碎，我给你介绍医院。好，我们从雨琦先开始吧。乖乖乖，必须在这个这两个位置啊、红色跟金色两个定位点来选择你们的位置。五秒之后音乐停了就停好，不能再动了，你就可以随时开始了。好，明白了啊，来吧，白鹿宋雨琦，请准备。竖着打，你这么，你真是给他来了一个大。没站队打到了，啪嚓一棍子就打脑瓜栏上了。去横殴，只能竖打啊，只能竖着打。给了我个横扫是吗？对。白洛，我让你一会儿上桌子。刚才雨琦再没有打到，来，请继续攻防交换。接下来由白鹿攻击。未打到，攻防转换，接下来由雨琦。有两分，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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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有参与感没？参与两回，可以，可以，可以。下一组，放狠话要狠一点。
棍棒可不长眼，我劝你早点结婚，早点结婚。这有什么关系？这一棒子下去，傻子可不好找对象啊！傻子可不好找对象。你赢了。啥呀？放弃了？放弃。行。大水牛。好，来，请准备。哇塞，这是什么东西？哇塞，这是什么东西？这个画面好诡异啊！来吧，好丑陋的意思。天哪，你好像一个无赖呀、啊，在那儿。请吧。啊，晨哥得一分。哦，来继续。凯哥的这个腿怎么这么撅呀？凯哥打中，率先得到三分，凯哥胜出。该我们俩了是吧？那一凡，我告诉你，你打完我以后，我有可能比白敬亭还难红。谢谢你帮我们宣传。来，我想想我能说什么。我没什么作品最近。打得好，颈椎缩短了一截。打到。恭喜张若楠成功击中三次，得三分。装 GPS 了。下一组，下一组你们俩。行，走吧。来吧，狠话。来吧。重庆的人不得虚，你莫叫，一叫我就让你受不了。哎，我这儿有信息提供啊，我有狠话提供。啥东西？我这一棒子下去，让你退出时代少年团。范丞丞说的。来，然后张震源说正合我意。张震源说我要 solo 了。这样说，丽飞，我走了。送张震源上热搜。不关我们事儿，不关我们事儿。杨一天给我发的剧本在我兜里。好，来。哎呦。哎呦，发型白做了哟。你能帮我撑撑撑一下这儿？我天哪！我天哪！我天哪！感觉好像戴上跟摘下来没什么区别，卓远。他好像长在你脸上一样。你刚才也是这么笑的，周远。好，我们从陈哲远先开始啊。
哎，好呆呀、啊、这两个人。哎，得一分，继续。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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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你这鼻涕像被打出来的一样。继续。完了，咱们这院儿啥玩意儿？你做啥子呢？恭喜陈娇远胜出，得三分。我啥都没打呢。更没参与感的人来了。好，那么接下来就轮到沙哥，从智利的队员中任意挑选一位。真源，让真源再玩一次。张真源，刚刚过完生日对吧？我这一棒子下去，给你打回十八。你赢了。你赢了。来吧，大哥，你快带一下，我想看。大哥，你转头看一眼，你太想看了。大哥，你转头看一眼。好恐怖啊！太吓人了。来吧。张志远，你不会这一轮也没有参与感吧？四郎探母，打中，继续。打呀！哦，我打呀！啊、哎！这怎么还在走着呢？哎，这边，在这边。哎恭喜真源成功。哎呀，现在各位所在的地方是南温泉，男宾三位取下手牌，热水，节目组人性化。在古代，人们常常将温泉水视为一种神奇的药物。啊！你是要试试吗？你来呀，你来呀！好奇怪。《黄帝内经》里更是将温泉视为一种自然疗法，强调其与人体经络、气血的密切联系。哎呦，这么舒服呢！到了现代，科学研究表明，泡温泉在改善血液循环、促进新陈代谢、缓解疲劳等方面具有显著的效果。今天大家就尽情的享受温泉吧，尽情的泡吧。麻烦一人给发个走巾，我帮你。没有任务吗？接下来我们要挑战的任务是浪里小白桶，每个组别只用弹力绳将一个大的和三个小的桶从起点运送至终点。啊，撑开，然后给它夹紧。哎呦，就是要把四个桶叠加起来。叠加起来？那怎么可能啊？不太可能完成嘛。在这项任务中，每一组完成任务用时少于3分30秒的话，就可以减少40个火罐，否则就视为失败。谁在下面扶那个桶呢？没有人。有人。有人。凯哥。见笑了。凯哥因为腰不舒服，所以你负责归位道具以及指挥。我觉得他们四个体重差不多，他们四个一组。对，我们四个。你有176，那咱俩一样。我俩150，我130。你才130，不可能。真的130？不可能，那你得多囊。不要是如此的欺骗自己，我怎么变成这个体重组的了？不至于吧。来吧，第一组第一次挑战。来来来，用力用力用力。不行不行，雨琦雨琦，那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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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不会断吧？下下下，好，走，爬起来，
他。喂，等会儿，先放到平面上。先放好位置。往那边点，往那边。你先放，放了以后再说，先放。你先把它放下去。先放。我下不去啊。松，这边松一点。三二一，走！那太高了！太高，低一点！再深！往上！OK！ 哇！来！哎，你们别夹着这凯哥脑袋！他一着急把他脑袋给夹上了，你知道吗？夹过一个人来，呜！我老怕他们弹着我。哎，小心一下，别！刚子！稳住！放！对，撑！稳住！还是得低一点。范成，你太低了。白鹿，你得拉。对，往下。飞源，你往后点。不行！重新加。这个要折。那边要起来。你不能这么低。回去点，往后退点，支援。不是很合适，但我好像看到了在遛狗的场面。这是个看谁脖子硬的游戏。加！慢！冷静！往后退，这样往后退，你俩都整体往后退的。圈。好，露露，你得拉，就你拉，你拉。哎，拉！好。拉开往上，拉开往上走。下，稳得正好，抬高，等一下，这边是往你这边，换成了吗？慢！好，就差一点。对，预期。哎，慢点。好。低一点，再低。稳住。刚才用时2分40秒，恭喜！接下来轮到我们第二组成员出战，咱挑战一下，不挑战？我觉得挑战不了。别挑战！别挑战！
咋了？你想挑战一把？我不是我想挑战，我是觉得他们青年组完事了，咱们少年组上的时候，少年组对，必须要打压他们一下子。当然，要不给他们做一示范吗？难道不是？咱这对角啊，得一样的劲儿。对，你是不是喧乎点，山哥？你，我告诉你，山哥身上全是框，那不行，那咱俩对不了了。那你跟晨哥，你俩那啥？行，他俩力量行，你俩对角，你俩对角，我俩对角，这样匀称。可以，可以吗？可以。那我们来吧，走吧。凯哥，你稍后注意复位道具和摆放啊。好，刚刚表现不错。谢谢啊。来，咱先试一下，来。别，不用那么大，不用那么大，不用那么大。这劲儿太大了都。走走走走、哎、你瞅着点啊。走。试一下吧，试一下。我跟你说，这把蛇就蛇你身上了。不可能。不能吧，来吧。OK, OK。好，来吧。下下下下。走走。哎呀妈呀妈呀。啊。哎呀妈呀！走来，走来，往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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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前，往前，好，别动，别动，等会儿，再往最前点，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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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点，慢点，慢点，慢点，等会儿，稳稳的，稳稳的，先放，先放，等会儿，好，往上，往上，哎，你这边一哥，一哥，你这边往上，走，走，哇塞，走。什么动静？狗刨式！果然爬着比走着快呀、啊！哎，慢点，慢点，慢！太多了，太多了，太多了！太多了，小龙回来点！好，走，紧，走，走！哎，哎，再来，再来！还是你多，小龙，太多了，太多了，李晨太多了，老沙，老沙用力，老沙用力。哎，好，走你，夹住，夹住，走你，哎，好嘞，哎，别着急，别着急，慢一点，慢一点，慢慢慢慢上，抬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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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会儿，等会儿，晨哥，晨哥往这边点，晨哥，晨哥你过来点，你还得过来点，你人得过来点，小山啊，小山啊，你俩得再往后，我俩没法再往后了，我俩都快倒。你俩前面那个字太多了，变丑了。哎，大的。哎呀，变丑了。快点。这个画面，蒋龙，蒋龙来点，蒋龙来点，山哥再来点，好，走你，哎，好，哎，对，先让他自己落上面，哎，对，完，咱就拉，山哥，他再让你往后，你就跳下去，哎呦我去，走。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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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晨哥，你人得过来点，你得过来点，晨哥。慢慢慢，你往那边走。不，你得过来，你得过来。我来，我慢慢来，别着急，你们往后退。你人得过来，你人得过来，你人得过来点。站起来，得站起来了，得站起来了，得站起来了。你去哪儿？你下来干嘛？山哥拽下来了，这太有劲了！哎，回来！秋山，好，下次就收，走！别用力，别用力，别用力，要掉了，别用力！我去！哎，等会儿，陈哥，你们先过来，我们这边能行。等会儿啊，往下，让他先稳一稳。你俩往后拽，先放好。哎，要掉。好，好危险。
像他们俩在牵着他们俩一样。小龙拉了，好，咱俩顺着让他俩找位置，咱俩先趴着来。哥，你陈哥，你过来，过来，这咱俩得起来，山哥，你得站起来，你必须得站起来了。稳住，稳住，稳住，你俩控制一下位置，蒋龙，你往前带一带。先别松，先别松，别往你们俩那个方向走。怎么你们那儿搁浅了？调整好位置再站起来，对对吧，对，咱上来就那么着急，那不行，最好箍在上面。龙子，你刚才你不能太往前啊，你刚太往前每次都是往你那边偏，哥你这边也稍微给点劲儿，你也别给人滑水，哪次不给劲儿啊，这起内讧是吧。第二次挑战请准备，要有斗志，要有斗志，少年强则国强，换个我们的风范，死得漂亮点好不好，破个记录，这给不给劲，这给不给劲，就说这给不给劲。 OK OK，深度好睡眠，为奔跑加速，喜临门床垫提醒您下节更精彩。本节目由安慕希独家冠名，一口安慕希超多超活益生菌。本节目由大家都爱吃的米多奇烤香馍片赞助播出。奔跑不怕痒，擦一下。本节目由999皮炎平赞助播出。乌苏啤酒就是硬核，本节目由乌苏啤酒赞助播出。上 Z 世界奔跑吧部落，参加神秘派对，赢成员上身款服装等神秘大礼。陈晓、陈意涵主演的《火柴小姐和美味先生》，Z 世界火热独播中，开启美食的穿梭之旅。好，到赛点了，李晨状态不太好啊。哎，他拿了什么？是安慕希益生菌酸奶。美宝添加了10亿 LGG 活性益生菌，李晨好像恢复了活力，战斗力爆表。太强了，绝杀，冲向巴黎，冲向太空，好喝更有意，一起安慕希。这给不给劲，这给不给劲，就说这给不给劲。 OK OK OK， 回，慢点，慢点，慢，别着急，别着急，慢，对，稳稳当当的，慢点，慢点，慢，别着急，别着急，慢，稳稳当当的，对，对，稳稳当当的，玩儿能行，对吧？好，好，往这边点，往这边点，往你那边点，往你那边点。稳稳当当，稳稳当当。
好奇呀、啊！往这边，老沙用劲儿，下，走，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好，可以，可以，可以，稳一点，稳一点，稳一点，找好位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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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这边，走，往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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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别动，别动，先别动，全哥，你过来，你说有点远。不远，春哥，我不远，你往后走。好好好，你来走走。我拉了啊，一起使劲。这第三个就得站起来了。不用不用不用，到那儿到那边再站。我知道。来来，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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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着急。好好好，收收收，好好收收收收。站起来了，到那儿到那儿。慢一点啊，慢一点，慢一点，慢点，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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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俩往那边。哎，小哥，小哥，小哥，你俩往那边。哎，小哥，小哥，小哥。哈哈，那二位。啊！稳住，稳住。龙哥，你往右，哎呦妈！得往右点儿。你往前趴，对对对，晨哥往这边走点，你俩往右点，对，然后完了咱们还是趴下，哎，别别放早了，放早了，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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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间了，拉了，哎，又过去了，哎呦妈呀，哎呦妈呀，啊，哎呀妈呀，半个桶在外面呢，我们这叫比萨斜塔。老沙使劲儿，好收，走，别使劲儿，别使劲儿，哎，慢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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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蹲，车哥，车哥，车哥过来了，来，慢点，慢点，慢点，哎，绳儿，绳儿，绳儿，不是，你得往前点儿，你往那边走一点。别了别了，不是不是，成哥在我这呢。我往了，我往前了，往回往，你俩往后。那你先低点，先低点。你俩往后，你俩。好的，站起来。你俩往后，你俩往后站起来，往后站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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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起来。站起来！啊！像一个炸弹要爆炸了一样。偏了偏了，李晨晨多了多了。好，好，好，可以放了，可以放了，可以放了。啊！晨哥对，晨哥对，行不行不行？才叫乘风破浪的哥哥，厉害厉害！啊啊！动时五分四十秒，挑战失败。啊！你们至少有了一个成绩，恭喜！听着没有，多恶心！你们至少有一个成绩，不像第一回连成绩都没有。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最终的拔火罐了，请各位去洗漱一下，我们即将前往健康养生行程的最后一项。走，
了这个点。太难卡了这个点。难卡这个点啊。沙哥你还没走。哇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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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出曲肘铜锤花脸。哇。你应该这样归程一下。在上一个任务场地我们告诉了大家这里有杖头木偶在等着你们。有请。哪里？哦，木偶变脸。哇。哇塞，这个木偶还是脸变脸。哇，木偶会变脸。哎，厉害，还甩一下袖子，甩袖，你看走。哇，这个拍命很好。我以为是啥呢？哇！哇！哇！好厉害！他拿木偶的假手能扔出这么远来，这太厉害了！这叫人偶合一，真是人偶合一了，太牛了！来来来，看法宝，看法宝。一旦使用过火柴。所有的木偶之间就会发生一次豆子的传递，啊！凡是拿到过黑豆的人都会变坏。哇！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啊？就是好人可以变坏。哎，就是白人好人啊，要不好人。不，还有一句话呀、啊，一旦使用过火柴，所有木偶之间就会发生一次。豆子的传递不是，传递是什么意思？就相当于感染一次。那不就坏人会越变越多吗？是这个意思吗？谁传递啊？有黑豆的人传递吗？这个传递是随机的吗？大家收到的卷轴预示着这一轮可能会有身份的转变。哦，一旦使用过火柴，你们各位就需要进行一次玲珑球的传递。刚刚因为使用过了火柴，所以马上我们就要开始今天的第一次传递。哦，那现在不能随便烧了，烧一次就要传一次。我以为他是一定要转一个。原来锁定个坏人，选球还可能是三分之一，三选一。现在这个传出去了之后，这个概率就更难了。我有个问题。就是比如这个人他之前是有个黑豆的，他这个黑豆然后传出去之后他是变成三颗红豆，所以我们去验他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他是坏的。是的。啊，这也太难了吧。其实咱们就是不用找坏人，就找豆就找豆。对，要提醒大家的是，传递玲珑球之后你们可以再次确认身份，只要拿到过装有黑豆的这颗玲珑球，在今天的这场任务中，你的身份就永远都是坏身份。坏人的目标就是要将场上所有的人都变坏，而需要提醒好人的是，你们的目标不是找出所有坏人，而是要将三颗装有黑豆的玲珑球找出来并销毁。接下来，你们要按照木偶放置的顺序。站在放有自己玲珑球台子的左侧。啊，你又漏了一颗了，等打开过的已经被销毁的球就不能拿了。哦，不知道怎么传法。现在每个人从自己左手边人的台子上任意挑选一颗玲珑球。左手边人，谁拿我的？我拿你的。哦，陈哥，你应该拿我的。我想知道我怎么办。你就走过去拿。是不是对我有点太过分了？不过分，你腿长。传递开始。
前往左右两边的台子来确认你抽到的球是什么颜色的。先看你们刚才抽到的那一颗，我没看错吧？这是三号球。这枚球是刚刚我从范丞丞那儿拿来的。Black。我现在给你打开。我是好人吗？我是三个红豆吗？再给你看看其他的，我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自己玲珑球里豆子颜色的情况，可能已经有新的人拿到了装有黑豆的玲珑球，身份发生了转变。也就是说，有可能现在场上存在的坏人不止三个，有可能没有。你看我干啥？你肯定看错了。而这个场地里也有可以点燃销毁玲珑球的火柴。这批火柴的归属，我们需要接下来的任务来决出。木偶戏的脸部动作也是很关键的一部分，脸部动作的刻画让木偶戏栩栩如生。接下来的任务就与脸有关。三人或四人脸颊大球前进，按指定路线折返后换成脸颊小球折返，最后用脸将小球掉落到终点球框内即为完成。用时最少的队伍可以拥有火柴。明白。瑜伽球也是用脸吗？对。提醒大家，这里也为大家准备了安慕希美食台，大家在享用添加了常温活性益生菌减蔗糖更轻盈的安慕希酸奶同时，也可以享受安慕希为大家准备的超有益美食。先请四位成员的先来。你的脸在哪？哦，这还好，这大。我跟周深真的是，来吧。哇，这个咋？不是，你们得加紧，深深，你边上得加紧。我加不紧。往里走，对，你往里进。紧，紧死我！我这边已经紧了，我这边紧了。行了，再紧。好，紧了，我现在说话都有回声了。好，等一下，等一下。你们能不能蹲一点照顾一下我？好了，快开始啊！
走了。哎，慢，走了。哎，慢，停，矮点。矮一点，周深一声，矮一点，不是，得紧一点。不是，你别让他在最边上，你要让他在中间。你们高个子是够他。让深哥在中间呢。我两边都摸不到啊。快点计时呢，计时呢，快点。这样好。太紧了。紧不紧？就得这样。压死我，压住没？走，哎，谢谢。好极端的事情，我们可以不用那么紧的，给我一条命。紧一点，快点，计时。走，一二，Oh my god！ 其实差不多了，请开始你们的表演。这也太难了，这个有没有一种可能用正脸更好夹呢？哎，可以用正脸，正脸，哇，好疼啊！哎，这样可以，准备走，一二，周深脸被夹了，一二，不是，这边太快了，这边步伐得小一点，重来，怀疑人生了一下，感觉头被门挤了一下，我的世界好惨，我们怎么都连旗都到不了呢？不是，你们的步子一个大一个小。对，我们都得迈小一点，我们都这种步子。这样，你们迈一步，我迈两步，吧，我们试一下，就是一，我就一，一，一，好，走，一，二，左边，往后退，一二，把那偶像包袱都给我卸下来，走啊，走，够了，暂停。那么你们去练习一下，你们实在是太没有默契了。官方吐槽。来吧，怎么排来着？我在这边。程程在那边，你就挤了就行，是挤着的，因为我这边是高的，然后我跟他差不多，所以说他会，对，我得这样我才能两个，那我在这边，你跟我换一个，我跟你换一下，对，我那么老长，紧点啊，周元，我紧点了啊，紧，夹我，哎，不对，得往前一点，我应该弄到，哎，对，现在对了，好，现在非常的稳健，三二一，走，一二一。一二一，哎呦，不是，深深，你不能这么大动静。一二一，要他整快了，他们几个。一二一，深深可以快一点了。2、3、4，我来。3、4，我来。哎，重新来吧。没有，可以，这次重新来。二七，快点！啊，走。走，成功！哎呀，这个画面好看，四个人。哎，刚才是怎么站来的？哎呀，你怎么站？成人那边。来，小心点。可以。有了。走，一二，左边，一二，我这有点斜影。别笑。走，成人。好痒啊，觉得气。成龙快点！
走走走走走走走。周深，你站起来，周深。从那边走。周深，你站起来，周深。从那边走。周深，你站起来一点。我这快蹲下去了。要来要来，快来快来！哎，快来快来！快走进走进走进。来来来来来，我背你身上去，我这样跟你夹一个球，你跟他们仨夹。一二。好，可以可以可以。好，可以可以可以。哇！哎，这样也可以。哇！走，周深，放嘴里可不行啊，是不是？周深把球都吃了，已经快。走，三二一，走，慢点，慢点，慢点，盯着啊，盯着，老李头，弹出来了，不行。可以的，我们都自测成功了。入时多久？1:27。那我们四个人是不是有一些什么减免一些什么时间？四个人，那我们按，我好看，什么意思？看什么用？好看有什么用？接下来女生组，请准备，来吧，来吧，来吧，来。哎呦，那逆反摆，你摆到你的脸上，我不知道你脸在哪。好了。逆反被挤成了天书奇谭。哇，哎，好像真的，逆反，你真的在拍这个节目吗？一凡没镜头了，一凡姐。我看不见路啊！你们告诉我怎么走。往左一点点，往左一点点。一凡是真的用正脸在夹。对。陆姐，陆姐，你往我这边来一点点。哎，可以，我可以。慢慢走，快，与世隔快，快与世隔快。可以，好。这个角度很好。可以。他们稳住了。哦，他们就是相当于一个三角形了。对。快！可以，这个怎么搞？等一下，哦，好像还可以。太可爱了。从哪边？我就让我蹲进去，蹲进去。不着急，我们第一好，第一哦，天啊！可以，熟能生巧，不能让白鹿赢啊！不能让白鹿赢啊！哼，现在大家是什么样都不知道呢。嗯哼，来，让你们看到闪电一样的速度，来，让他们没球可追。我觉得我在中间好一点，我高。行，你必须在中间。因为确实我跟你讲，我得保护一边脸，我还是得靠脸吃饭。准备，来，走走。哎，夹住，慢点。赶紧回去，快，时间。来，走。挺快的，你看，啊，速度起来了，走，你俩走，跑起来，别跑！哎呀，龟兔赛跑，冲动，贪婪，贪心，欲速则不达了啊！来，走，这就是一场人性的教育，任何时候我们都要耐得住寂寞，要耐心。要沉稳。好，换球。小球。来。好亲密啊！这个镜头得有多震撼啊！我们为什么要蹲着走呢？因为我得蹲着。你俩站高一点行吗？稍微高一点。大哥在干嘛？不行，你俩让我丢蹭，不是要掉。你干嘛要接嘴，沙哥？哎
暧昧了。哪儿呢？这儿呢。慢点，慢点，哎，慢点，哎，进来，哎，啊啊，好，挺快的。这这这，用时58秒，58秒，这还冲动了，这要不冲动40秒。胜出的三位女生分别可以获得2根火柴，但是为了减少玲珑球的传递，跑跑跑！帅！怎么跳？再一起跳好不好？来，来，三、二、一。你们突然安静很多。我有点，好激动，好激动！泰国的水是什么味儿的？这水真的是咸的。接下来的家族任务就是一场泳池派对。安慕希的试探，成员一对一进行挑战，分别站在浮垫两侧，一人进攻，一人防守。防守方需要与进攻方始终保持步调一致。进攻方的目的是拿到安慕希，折返跑回起跑线后。当进攻方触碰到安慕希后，防守方就可以对其发起追击，在安慕希过线前抓到进攻方即为防守方获胜。进攻的人自己来控制这个节奏，防守的人要完全模仿进攻方的动作。你做任何事情他都得做，你跳下去他也得跳下去。好，哇，Party！ 我为大家公布一下分组。渣哥，稍后你要从其余失败的成员当中挑一位，三局两胜会决出获胜者。凯哥跟深深先来，第一局请准备。剪刀布来决定谁来进攻。其实我觉得进攻有优势，进攻有太大的优势。对，
你怎么你都会慢半拍？怎么都是他第一时间是对对对对。来了不？来了不？我抓，快当好手。再看一个泳池秀，好好看哦！再滚下去了，啊，他就下去了已经。啊啊啊厉害厉害厉害！太秀了，太帅了，那家，太帅了，帅到没朋友，帅到没朋友，我来，我下来了，帅到没朋友，那再来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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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先进攻吧。好，那我先进攻。这么看不起我们老人，来吧，晨哥，精彩，这也是一场强强对决，力量与力量之间的对决，帅。没朋友，这个不对。你觉得我跟他是力量和力量的对决吗？哎，我发现这体重不一样，体重轻的人很吃亏，是吗？晨哥动一下，我都得那啥，吃亏吗？这都已经下来了。证明了吧，我哥真没有那个假发片，都是真发。他是没有眉毛，眉毛还在吗？你看一下。还有吗？没了没了，确实没了。没了没了。先闻呢，现在。闻。两位，第二局请准备。等。啊！屋顶着火。等一下，富哥啊。还有两半舞的。啥呀？对，哎，屋顶会着火。嘚儿嘚儿。嘚儿嘚儿。好帅，怎么说很帅啊？帅，老妈。哎，你这个造型有点梦回你道明寺的感觉了啊！明寺，道明寺这个回来了，明寺。出差好久了吧？出了四年了，出了四年，今天终于回来了。两位目前1-1打平，接下来就是你们两人的决胜局。
ื่อนเดียวจะหาว่าไม่เตือนสายสายต้องใส่ชุดสักเจ็ดทีนานมาแล้วไม่ได้รับก็เจ็ดปีบอกให้ดีเจมึง你不轻功吧？你得接那边。哦，有两瓶按摩器，别拿错了啊！咱俩得换过去。过去给安慕希去了。安慕希，为了救安慕希。对，这一局恭喜李晨胜出。表演精彩。安慕希新升级的美味。更顺滑，然后还有这个零蔗糖，很好喝的。女生上一桌 ，Mini Go， Mini Go， Let's Go， Go。你要哪边？这边 ，OK。两位，请准备。又没够着，真没够着。根本打不过去，来了，怎么这么累啊？这个游戏。对呀。两位，第二局，请准备。哟，哎，上快乐。哎呦，那我刚等在那儿。胜出。接下来出战的是李琦和白鹿。白鹿，加油！哇塞，我爸爸你没下过游池。哎，这水好咸啊！咸，是淡。水是咸的。对，有水有盐味。两位，请准备。啥歌啊？我们哥，白鹿，耶！从心理上摧残你。谢谢夕阳西下，看完一遍童话，数着半天的晚霞，下着雨。你别太投入了啊！舞蹈舞蹈舞蹈，这首歌的舞蹈，这首歌的舞蹈，没有舞蹈。静止了。他想着在思考，你是不是想听自己歌？他在打歌吗？他在听歌。歌人要放完了。
呢？你有没有看见一只小鹿？深深地刻在了每一个观众的心里。两位，第二局，请准备。哎呦我的妈呀！快点把自己给现在整了！啥呀啥呀？这俩谁学谁的？现在是什么样子？现在就是全都湿透了，已经。尝尝，尝尝，这舞蹈这一块也得，水平也得上来啊！啊！楼上很多观众朋友们都跟你说。眼睛有被扎到。我不会选你的，你的舞蹈不过关，在我这儿。我们主打的是效果。难怪你镜头多呢，难怪你镜头多呢。再给我一次机会行吗，大哥？程程说再给他一个机会。但他的舞蹈在我这儿不过关，怎么了？我那舞蹈，我这次肯定，我选雨琦。雨琦，你好意思吗？你把你演唱会的舞蹈拿出来。我被淘汰了。我们的演唱会非常 sexy 这次。OK，哎、你先来吧，歌手。行。那如果我赢了怎么办？对，雨琦若赢了也就赢了。啊，不应该这样。对啊。没事，挺好的，你智商很高。雨琦，不要让着他啊。赢。赢。可以可以可以。你不赢，观众又得说你，说你划水，阴阳怪气。咱永远不能做一划水的人，拿出你跟我撕名牌的劲儿来，拿出那种感觉好吗？请准备，一起，Let's go。怎么一个他就没了？快拿！啊，我上那边了是吧？你别去了，你累，你保存点体力，你在这歇会儿吧。还是与其是进攻方，虾哥防守。好，准备。再跳一次，这次又是这个动作，你要怎么接住他？接住了，接住了。跳进将，差点副歌，差点副歌。啊！看见了什么？大哥。
难了，这个。这超出我的艺术范畴了，有点悬殊。超出艺术，我叫你选我，你不信？我的舞蹈希望你能来，他那你来不了。恭喜雨琦胜出。是不是快到了吗？还有两分钟。好的，谢谢。还有三分钟，三分钟。心跳加速。师傅，可以稍微开得快一点。不紧张，因为有在被人追杀的感觉。这辆车是什么？千万别磕。啊，什么都没有。咱们先去埋伏。就蹲在这个柜子后面。应该没这么快。祈祷一下。准备了，收网行动，准备了。上车哥来我们这儿说堵车，现在杀戮欲望已经开启了，就想锤人。等会儿，我找到了，我找到了，马上到了。喂，陈哥，我们先生到了，我们到那个广播电视台了。太好了，你们阻击他们，现在是我们说话不要浪费时间，用最快的时间把台词说完。哎，我们看到他们了，等一下，停，我们看到他了，我们看到他了，我看那个亮了灯的车，哪里啊？喂，我们看到他们了，我们先挂了。好，走，打，走，他娘的，面目狰狞啊，真的是。是这儿吧？你就近最近的地方，师傅，就是我们随时可以逃出来的那种。锤子呢？锤子呢？快！哪儿啊？这不是他们的，他们跑了，不是他们，不是他们，是这儿吗？不是这儿啊！出的骰子什么意思啊？恭喜你们找到正确的任务地点，成都电视台。在这里你们需要从两个任务中选择一个进行挑战。哎，他们来了。是这里面吗？这个光荣的这个一锤就献给你了，来吧。白露，由于你已经被追击队抓获，你的阵营也发生改变，现在需要为你更换精灵牌，去除金臂章。其实挺谢谢你们的，真跑不动了。喂。啊，你在哪儿？我打车走了。你打车走了？他们走了吗？我哪知道啊，给我吓死了。你没被抓是吧？嗯，这地方还回来吗？我现在还在里头，姐。哎，不，你自己完成一下。你确定？大哥，他
他们都跑出去了吗？跟着你。好，你先完成，你先完成。他们要是在这儿，我就先跑；如果他们不在这儿，我就先把这个数据完，能不能完成？嗯嗯 ，OK OK。哦，我也不知道。OK OK。嗯，好。你这是会骗人的。五十，对不起了啊！说好再捡妹一块去逛街的。姐，对不住你啊，姐请你喝咖啡去。我出去看。这样吧，让我就不进去了，让这个静怡进去陪你。什么鬼啊！先敲一下啊，敲好。哇，你们真可怕，你们真的太可怕了。喂，陈哥。哎，你们怎么样？我们把雨琦跟白鹿给抓了。漂亮，但是你们抓了两个女生，他们会成为我们的累赘。什么东西？不是累赘，只是要让他们加油帮我们哦。要一定要帮我们去追击他们啊！快跟白鹿说。完了，完了 ，baby 姐打电话。咋整？看你这编不下来，那我说我们还得剪。行。喂，沙哥和苏醒被抓了。真的？我们想办法拖住那个追击队，如果他们打电话给你，你一定要小心。我不是真的解不出来。你们最好还是要加速一点，因为我刚刚只看到了李晨和周深。那个晨晨和静怡，他们肯定知道你们去哪儿了，因为刚才我们同一车的苏醒和沙姨都知道那个红色地方是哪儿。我帮你打电话给晨晨哥哥的拖延一下。行。哎，他们怎么没有来我们俩这儿啊？对啊，奇怪了。我估计快来了，我们赶紧先挂了啊。行，好嘞。感觉你不加最后那么一句还挺像的，感觉你说完那一句以后他沉默了大概有三秒。我先给范丞丞打电话，能不能套个话。好。喂，他也好假，真的演得太假了。挂了，说我们俩着急。你这有点太假了，你还说我们俩，你有啥资格说？他着急。完了，快跟白鹿说。大静，这谁的手机？你的。等会儿别搞混了。是你手机，爸，不知道。接，你不接才奇怪呢。接。哎呀，你没接，哎呀。完了。白鹿，你玩的是卧底的吗？没有，我们俩没事，就我们俩新过来了。白鹿没接电话。他还好吗？我要不我跟贝贝姐说，让他们俩过来吧。可以，你可以跟他说我被抓了。喂，姐，白鹿被抓了。啊？我现在该去哪儿呢？我们现在要不先约个地方见一下？见一下。那你先在车上躲一躲，我们先找一找。我先转几圈，在这附近。行，好。好。嗯。我看似是信了。我再打个给白鹿，看看他是不是被抓了。哎，你说雨琦被抓，你说雨琦，你别混乱。你说雨琦被抓，你说让他赶紧来这儿。你这么说，他们就来这儿，我们就不用跑了。不对，这逻辑。你这么说，你在这里，然后让他来这里，他就一定不来这里。你说你还在解题？喂 ，baby 姐。哎。你在哪儿呢？你在哪儿呢？你们上车了吗？我回来了，他们把雨琦抓了。我坐车绕了一圈，我自己又回来掉骰子了。妈呀，那我们要不约个地方先见一下，等你摇完了你告诉我在哪儿啊。你们要不要来这儿？我觉得他们不会来这儿，因为他们刚从这儿抓走一个。也行，拜拜。我感觉他都相信。没有，就看信你们俩谁吧。我跟你说啊，我这么告诉你吧，他一个人都没信。我也觉得信，不然他就不是 Angelababy 了。好深的。嗯。早就看破了一切。那
哎，你再给 baby 姐打一电话。你 baby 姐，我现在去哪儿？我绕完了，再骗一下。你再给 baby 姐打一电话。哎，他骗完你，你是不是很 enjoy？ 你再骗。哎呀，我怎么那么开心看这一段？哎，真行。你先骗，你骗完你再骗。哇塞，双骗，你们俩就是。那我问。对，你就说我去哪儿 ，baby 姐，你就说你去找。喂，姐。哎。我该去哪儿啊？等一下，我给你开个视频，我先看一下。我就跟你说，他一个没相信，就让他露过这个就行了。对，你别挣扎了，杜雨昕，他俩都没信。看一下你们袖标，什么袖标？黄色的这个。什么袖标？你的袖标呢？黄色的袖标。你被抓了！我被抓了！我现在还在整理我的情绪。好的。嗯，拜拜。拜拜。这个多尴尬呀、啊！太刺激了。真的是。真。凯哥他们是什么情况？现在是不知道，一整个摆烂，也不帮帮人家去完成任务，自己不知道跑哪去。我得给他打个电话。你给谁打？凯哥。郑凯不听我电话，他到底在干嘛？啊，凯哥联系不上。凡哥也不听电话哎。他们应该有线索的。嗯。不知道他俩摆烂去干嘛去了，他俩不听我俩电话，估计是出事了，估计是有点问题。就说嘛，这个任务肯定会很危险。咱们先兜一圈吧。咱现在已经暴露了。说实话，咱们现在四个脑子加起来就可能。